十，还不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索菲。I'm Toby。上一期呢，索菲练习了粉红墙上画凤凰。那墙上画凤凰，我真的觉得他非常有天赋。好，今天呢，我们就要吵谢谢啊，不用谢，因为你知道我是一个四川姑娘。那你知道四川人说普通话最大的毛病是什么？就是四跟十，或者滋跟知，哎，还有呲跟吃，就是平舌跟翘舌分不太清楚。所以你知道她作为一个四川的女婿，我平时在家里真的 most of time 都跟她说四川话。你知道女孩肯定会骂自己老公，我只要骂她我都说的是四川话，所以她四川话特别牛。所以呢导致了什么，她的普通话真的丝丝就是不分。今天呢我就要给她来一个挑战。谢谢。那我们以前学播音主持有一个绕口令呢是非常折磨四川孩子的，大家知道是哪个绕口令吗？我先做一个示范，示范完了之后我就手把手来教她，看可不可以学会。好吧，肯定会。好， OK。你说预备走，预备走。四是四，十是十，十四是十四，四十呢是四十，别把十四说四十，别把四十说十四。It's very easy, OK? 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来教这个老外。所以你听起来这感觉怎么样？我好像没有说过，你好像从来没有说过这个。我有说过，把我的就是四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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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把四十给四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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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全部这样算。来，我手把手教你。来，从第一句 ，Four is。Four 是这个意思，四是四，四是四，十是十 ，ten is ten， 十是十，十四是十四，是十四，十四是十四，十四是十四，十四是十四。来，你分得清楚吧？这个是多少？哎，这个是多少？十。哎，这个是多少？四。那你分得清楚？来 ，fourteen is fourteen， 十四。是十四 ，yes， 那四十是四十，四十四是四十 ，is 你中间那个字的中间是四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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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教你一个小技巧，你要想四十是四十，你那个是大声点，四十是四十，别把早了，别把十四，说成没有成就是说早了，说四十，耶，然后呢，别把四十说四十四。说得很慢，也不是很难的。But baby， 你知道吗？很多人，你知道我有个好朋友吗？他说的再慢，他都说不清楚。我以前你知道我在读高中的时候，我那个非常好的好闺蜜，我们是一个班级的。那时候我在学播音主持嘛，我就天天在练习各种东西，发音啊什么。他就说你可不可以教一下我普通话？刚开始我说好啊，然后我就从最简单，因为你知道要说普通话要标准，这个四跟十真的是四川人最大的问题。好，我就开始教他，那就是。四是四啊，十是十，然后我教了大概有五分钟十分钟，最后我说 ，anyway， 每个人有自己出色的地方，可能你就是不是在这里，又不用勉强自己了。有点像一个北京人在说话。No， 他就是太是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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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知道我是急性子。OK OK， anyway， 好了，该你了，你不用说快，你先顺着来一次，好吗？先开始四，然后十十，然后就是十四是十四。好，我懂了。好，拜早。四是四，十是十。别吧，等等等，因为太快，你按了快进是吗？哦，对，十四是十四，对，耶，走，十，十四是十四，耶，然后呢？十四是四十，四是四是是四是是。四十，哎呦！好，那你就告诉大家，别把多少？别把四十四说四十，别把四十说说十四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你是个大人了，现在你可以自己独立完成这一切。我可以。四是四，十是四。你那个音有点奇怪，虽然你是对的，不是十是四，是十是十，好吧？十是十。哎，预备走。四是四，十是十。哎，十四是十。十四是十十十十。Oh my god. Don't nervous, okay? You can do it. Later. Okay, 预备走。四是四，十是十，
十是是十。你跟着我们就成了十是十，四是四，十四是十四，对吧？我爸以前就是我练这个绕口令，我爸在那，好简单嘛，哎，十四是十四十，十四是十四十四十，别把十四说十四，别把十四说十四。我想跟八做一对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太简单了，做一个四川人吧。做不不做我的老公，你必须要达到高要求，好吧？你不能跟他一样，好吧？百走四十四十。是十，哎呀，好难，好难，好慢，好笨哦，我的脑壳。加油！我给你输一点，一点。是。OK， 好，走。Thank you so much。你中间那个词语一定要是是是是，你要这样。是死猪儿，是死猪儿，是死猪儿。嗯。是死猪儿。OK， come on。十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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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十
这个难，因为你是个四川人。四是四，十是十，别吧。你有在按快进是吗？四是四，十是十，十四是十四，十四，十四是十。你认真的样子真可爱，忘记了世界的存在，你会着急抓耳挠腮，也会兴奋的左右摇摆。 OK OK baby 你必须要 breathe 一下来。In your mind， 什么东西都没有 ，OK？ 现在只有四跟十，十四还有四十在你脑子里。十跟十，OK。来，跟着老婆的手势，你最后一次啊，我相信你可以成功的。你现在不要求速度，你要求标准，好吗 ？OK。标准，标准。慢走。四是四，十是十，十四是十，十四，四是十。四是，别吧，十四说十四，别吧，四是说十四。耶！这个绕口令我就给你95分，好吧？你达不到第一个。这么大？蛮高的。这么厉害？因为我爸都说不出来。你已经超越他了，你 over than。more meaningful 也最厉害。OK， 觉得 Toby 的44怎么样呢？请留言告诉我们。不会说，跟我们一起练习。妈，我们要说标准的普通话。普通话。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啦，不要忘记给我们点个赞，and 订阅我们呢。我们下一期再见喽。Bye。